此时是否能从头再爱过？窥探着我停在陌生路口，看不透我期待新的追求。你和我都说要获得自由，却徘徊在欲望的角落。你走来，变化了几次的错，说拜拜，午夜只剩下落寞。水套衫回来，你是色差了，差不多了。啊？哎呦，为今仔开始哦，我已经过正常生活啦。好。也不过这段时间你嘛是无甲我讲啊，到底是咧创啥？真紧你就知影啦。好啦，这回食饭啦。哦。这回食。一人一半，感情较袂散，哈？嗯，啥物介意有感情？我嘛无，皆是你水面啊！我食袂落，好哩。我食，我食哈。嗯，就我食。就是讲，你甲小酷酷藏在你的房间，我都找无。我已经有万全的准备啊！乌瓦桑就是乌瓦桑，这个桃红色啊，甲大红色都分不清楚，你色盲哦？啊，搁有你皮看麦，伊个内裤敢有味？无吼，新的啦，正品在这里，正品还我啦！我睏一下，差甲大细声。保重，我袂小心哦，就摕迄领哦，红色的小裤裤啦，你甲抢互我啦。是我抢到的，有材料哦，家己来摕啊。好乖啦。你爱我的内裤嘛，较简单。不过骨仔领穿了袂细，爱几领就几领。唉，看甲这两样，我唔知应该欢喜哦，还是爱伤心。
师爷，你帮我问看卖影的啦，拜托的啦。你拜托的来看，哪有可能进入你的房间啊？怪你自己要学人穿什么蒙面的来看。啊，怎么穿过要试看卖影的？啊，看哪些放伫阳台，啊，真正叫胖起啊咩？你讲咱家附近，敢真是有迄种偷摕内裤的变态狂？啊，不管啦，你帮我问看卖影的啦。好啦好啦，行。这个条文听到无？好啊啦，你是咧抢啥啦？毛男的内裤啊！哇，这是真正毛男的内裤，我得要紧一下去穿无？好啊，我要穿俩。哎呀，卖摕我的裤裤啦！那，你撇阳台裤裤在家啦？变态狂！天哪，你哥啦，好啊啦，我带我去游啦，还要给洗啊？快，起来，快，什么人？快，快，快啦，快！师姐，什么？什么代志？嗯，我有一个代志想要跟你讲一下。好啊，你讲啊。哎，今天不是挂在这啦？你看，衫换衫，裤也换裤，安尼。这有什么不同款的？这是无什么不同款啊。也毋过，我披衫的款式跟分拢好，你搞到颠倒摆，我也感觉怪怪。这就是咱想要圆满的所在。伊是讲咱无同款的所在，是披衫的方式。我毋是意思啦，我的意思是，咱上界无同款的所在，就是你已经习惯即卖生活模式啦，你袂想去改变，你会照你即卖生活模式去行。按照我这习惯，我不会再学一成不变，我会去尝试新的生活模式。你嘛有发现是无？啊、嗯。其实最近我一直想咱两个问题。我伫想讲，咱两个敢有适合做伙？真的？你真正想过这个问题？我一直以为你无把这代志看心肝顶。也毋过实在愈深，我感觉咱的问题愈大。咱两个就参像无同世界的人，用无同款的方式去生活。假使若是要勉强，对方甲家己同款，顶多是互相伤害。我想你这感觉。应该是咱这段时间以来，咱唯一的共识吧。你哪会较早跟我讲的？因为我唔知要安怎跟你讲。我真介意，但是我知影介意，无代表两个人适合做伙。我唔知要安怎跟你讲这个看你感受。我无想要让你感觉是我在找借口。我想，我找到咱两个第二个共识，因为我心内嘛安尼想。要过我唔知影，要安怎互你知影我心内感受。啊，那安尼，你即摆讲出来，你心内好爽快无？当然有啊，啊你耶？当然嘛是啊，所以这是咱第三个共识。我想吼，咱上大个共识就是，咱会当做好朋友，也毋过袂当做情人。做朋友是真简单啦，也毋过要生活做伙较困难。子杰。我希望永远做你的好朋友。我跟你斗相共。唔免啦，我家己来就好啦。你放心啦，我会照你意思来提衫啦。我的意思是，真个啊。小平啊，就把你的家庭母搁这么凄惨啊！等我家己做起来。你两个人来这要怎啊？
跳工咧要甲我考试就。哎呦，啊平平兄弟啊，讲话这么歹听啦！我跳工带嘉贤哦来这来你解释清楚啊，惊你误会啦。误会？我才六岁咧，误会？我亲目睭看啦，你甲阮某阿姊两个人行入去火车内底啦，迄就真诶啦。既然你都安尼讲啊，我就无需要做解释啊。哎，嘉贤啦。哎，少年的莫这冲动啊！歹势歹势歹势！来，永俊，为咱的友情干一杯啊！真惊，讲某两个人去喝酒了，我都爱被吹上桥，要哪有可能该做个饮酒了？你，迄人是阮师傅，硬哄来这做解说，为了自己，我袂再撩嘴烂啦。老大人，莫想冲崩啦哈！千错万错啊，拢是我萝卜哥的错，我无应该哦，从秀美啊去开房间，因为我甲秀美啊伤无聊啊，想要看哦，即卖好铁路哦，生作啥款啊？哦，即卖好铁路哦，甲以前无同款啊哦。你听从讲安尼两三句的，我就相信你哦，无安尼简单呐，我讲。人我要找借口啊！我丁荣俊啊，无算讲是普罗，嘛算讲是博士级别啦。那两三句话我都会相信你，哼，笑的。师傅啊，你看，我已经讲过啊，伊根本都无相信事实嘛。人伊家己都无相信啊，是咩相信咱嘞？啊！你定咧呛声对阮某有兴趣啊？我要哪相信你？我从来唔捌掩饰过我对自己的好感，因为伊值得让我去付出。啊！你若袂晓听伊，你家己扭出来啊！你什么态度啊？你是要来解释，还是要来呛声的？我都知影啦，你跟阿叔两个人哦，你一定有声啦。嘉贤啊，你莫解释啊，愈讲愈嗨啊，莫讲。我介意有声无声，拢是你家己想的啦。我唔免搞我死的中的感情，跟你讲，因为你这款根本听无。我跟你讲，莫想冲动啊！大家拢知影你真介意阿芝啊，啊，不过阿芝今嘛是别人的某啊，你爱较吞忍的啊。等阿芝哦，甲永俊离婚了哦，到时阵哦，你要安怎，要安怎，拢凊彩啊，因为遐合法的啊。我上来，臭仔！好听好，自己对应测试吗？那是够良心，你都好会走。老公家的话啦，我也无必要听你咧讲，你当我袂见笑呆。好，这什么世界啊？外口的小人过来叫我离婚啦，世间耽误着你啊！哼，永俊啊，莫想冲动，助理吼，互恁的小姨小平入门哦，把恁大某阿姊赶出去迄天哦。伦理差就无存在啊啦，一切拢是你家己做得来，莫怪别人。是个讲，哎，讲讲。就早起有一直忙忙啊，忙到今嘛。一家拢伫咧厝里乖乖啊，为啥要骂伊啊？啊，罗阿兄啊，反正一家上网交查甫朋友谈恋爱学派，所以决定要从学业开始盯他。哦，妈妈，姑姑叫我。安怎啊？妈妈会透早起来，就一直甲我念念到今嘛，我根本害恁死啊！啊，你爸爸伫咧念啥？陈鸡蛋，提出来！你计是你早来吃就无代志啊！哟，陈鸡蛋哦。哟，阿姨姐，啊，紧提出来啊！我就是找无，才会着无凉啊。嘿嘿，我看根本就是考甲满江红唔敢提出来吧？哎呀，找陈鸡蛋哦，我上内行。我较早细汉时阵哦，考试拢吊车尾，藏陈鸡蛋藏甲被扑落了。吼，你唔知。姑姑，你是害我，还是你搞倒啥？对哦。咱一家自己想通哦，自然就会退出来啦，哈。一家，你别烦恼啦，妈妈不会骂你啦，提出来啊，爸爸妈妈嘛是爱签名。妈妈，联络就是我把陈应该藏起来啊。一家，这个考了安怎？不知。英文几分？不知。我爸爸问你，车英文怎讲 ？Cat。灰。Fire。鸟啊。Book。册。Bird。进驻一个礼拜，再一个礼拜，唱成绩单，再进驻一个礼拜。爸爸，我是你生的，你拢无爱相信我。我大概考最后一名，我唔是有摕成绩单给你看吗？我对你足失望的呢，我唔是无离家出走过哦，我即马就离家出走，别还找着我。哎，一家，哎呦，老公啊，你
正这么歹啦？你放心啦，伊会走迄道，安怎走拢走因阿哥遐啦。嗯，阿兄，等你目空，啊，等一下因哪有可能去阮家啦？嗯。诶，惠弟，惠弟，伊巴肚枵着会搁转来啊啦。嗯，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啦。诶，阿嫂，你这个汤很赞呢，哦，再来一碗。啊，这是你阿兄一举得难汤呢，你哪有袂啉啦？陈金丹呢？哎呀，哪放在这啦？你看啦，你后悔伊啊啦！哎呀，你，我赶紧来找伊家啊！袂用的，即摆伊家一定想我的气哦，一定袂甲我倒转来，想想想想要安怎啦？要安怎？我甲罗娜去找啦。嗯，好啦好啦，哎呀，嫂啊，我甲这汤汤了去了啊，唔知影明仔载起床的时阵，敢袂我醉酒哦？好可怜啦！一举得难汤，啉了了，你赶紧哦，到伊家找转来，找转来了哦，我同你幸福，而且哦，佫为咱哦带来一个新的希望。老公，你真好哎。喂，你两个阿婆够了，找伊家较要紧啦。赶紧来啉碗一举得难汤。就敢那会来这边尔？我那是找秀芬，你一定找无我呀。妈，我嘛知影你家己做戆的啊。嗯。哎，无咯，伊只虽然你讲是事实，啊，不过嘛免讲遐明白。不要紧啦，你爸爸应该知影伊唔对啊，那你就莫替他出招咯。就来伊只，都是阿公唔对啦，把你的成绩单拿去当锅垫。不要紧啦。阿伯，安尼好啊，我先回去跟你爸爸讲一声，予伊放心。阿罗娜，你搁靠近伊家一下。哦，等一下带伊家回来。好，无问题。莫生气哦。嗯。阿嫂，拜拜。哎，伊家，阿哥拢甲你回信嘞，你搁喘大气，是不是我的建议还不够？不是啦，姑姑，嗯，我有。感情上的困扰，感情。姑姑，你有暗恋过吗？哦，我有暗恋哦。姑姑算是暗恋界的祖师伯了。奶奶姑姑，你也当教我怎么向男生示爱吗？哦，这你就问对人了。姑姑跟男生表白的经验哦，那是写出来，一定会使出一本书啊哩。姑姑，你教我。没问题，包在姑姑的身上。姑姑一定让这个男生呢，发现你的存在，然后发现你的优点，然后跟你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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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假哦？姑姑，你紧讲啊，较紧嘞！呵，简单，姑姑甲你讲，女孩子最重要的呢，就是矜持，示爱的时候不可以太大胆。所以呢，姑姑试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吊手帕。吊手帕，嗯，最保守的方法就是最有效的方法。首先呢，你要准备一条靠气质的手巾啦。出现，马上假装掉了手帕。这个时阵，伊来叫起来，你，小姐，这敢是你的手巾呐？啊！这个时阵，你就要回答他。对啦，那是我的手巾啊，多谢哈。是上好的，就是假跋倒啊！记住，要叠得漂亮，叠得有气质，叠得让他惊为天人。伊来过来问你，小姐，你有要紧？这时阵你来讲，我的脚敢那去拽着安尼。但是这两招拢无路用的时阵，我阁有第三招，就是绝招。
等他接近你的时候，你就装可怜，跟他借铜板卡等位。哎，是你啊！陈妈给伊足自然的笑，然后深情款款的看着他的眼睛。你会当借我一块卡电话吗？哎，你家己唔是有手机，而且在附近嘛无公用电话啊。那是安怎？啊啊！麦卡麦卡，是安怎？啊啊！这恐怖分子跟女人有什么不同？对啊，有什么不同？嗯，恐怖分子可以谈条件，可是女人不行。对。